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狙击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狙击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狙击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狙击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狙击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我是来自猪猪星的预言英雄猪猪侠，为了拯救蓝月星，我跟伙伴们必须尽快集齐12块海星碎片。在星海城地下，我们利用管道困住苍龙的计划被韦教授识破，遭到苍龙们的疯狂攻击。幸好关键时刻小苍龙被小呆呆唤醒，吞食龙源晋升龙王，帮助我们赶走了韦教授。韦教授，哎，涅莫西斯大人，我最近的耐心不是很好，希望能从你这里听到一些好消息。据我了解，这一带有种生物能在熔浆中生存，只要我把它抓住，就可以利用它。首先，少废话，我要海星碎片，其他我不管。就不能让人家把话说完吗？就在附近了。找到了。就是你了，小小的海阔鱼。双头海蛇的基因用在这种无脑软体动物身上会更加合适。受岩浆的能量，变成熔岩海阔鱼后，还能让岩浆都沸腾起来，太棒了！哎，你这家伙摇不够我就耍赖，快放手！我赢了，快请我吃雪糕吧。这场不算，因为这里太热了，我有点中暑才输的。少找借口，跟海兽比游泳，嘿嘿，你还差得远呢。不过的确是很热，快给我雪糕。冰激凌，又香又甜的冰激凌，冰激凌。你买雪糕吗？那好，给我两个。海珍。这是。鞭炮。嘿嘿，谢谢谢谢。大哥哥好厉害呀。哈哈，不客气，守护你们是超级英雄的使命。我动不了了。糟糕，制冷的气体罐压力不稳，一旦爆炸我们都会变成冰棍的。
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快跑！什么味道？好臭啊！一股臭鸡蛋味儿。哦，这是硫磺有毒。电炮。小妹妹，大叔还好吗？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超人强哥哥，他们逃不及了，你快救救他们！救命啊！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硫磺蔓延？嗯，哦，大叔，对不起，要牺牲你的车子了。这里不安全，大家赶紧回到城里去吧。超人强，你在哪儿？迷糊博士，城下广场出事了。刚才要不是我一系列的精彩行动解救了……等等，先听我说，城下广场的事我已经知道了，猪猪侠他们也在那儿，你赶快汇合他们，火山快爆发了。火山？刚才的地震、毒雾都是火山即将爆发的征兆。猪侠他们在广场西边救人，你也没问题，交给我大英雄超人强吧。就不能等我把话说完吗？哼，奇怪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火山活跃起来的呢？很好，就乖乖听我的，一直冲向星海城吧！超人强来帮你了，啊！太好了，赶紧把大家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去。好，大家冷静，听我指挥，排好队，从我这边。哎呀，全部的人都给我听着。东边的岩浆喷发的没那么活跃，都跟我来。这也行？超人强，好样的！大家听着，熔岩的压力越来越大，海床很快就承受不住，就要爆炸了。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一定要阻止熔浆产生的压力大爆炸。压力大爆炸！谢谢你，超级英雄。压力大爆炸，如果能把压力释放出来，就不会产生大爆炸了。哎呀，这都给我无敌超级英雄想到了，我真是个天才呀！压力大爆炸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大家听我说，我们来打出一个大洞，尽可能的释放熔浆，减少海底熔岩的压力，就可以阻止大爆炸了。释放出岩浆，这会不会太冒险？无法评估后果，有一半的几率会导致新海城覆灭。超人强的办法的确疯狂，但如果不去尝试，新海城覆灭几率就是100%。明白了，就这么做。开始干吧。
我们先到星海城外造一个熔岩池，防止熔岩喷发溢出造成更大的破坏。我们上！海兽之力释放！你们脚下位置的热能反应最强，岩浆释放点就定在这里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攻击！浮游龟甲盾。成功了，我这边检测到地下熔岩的压力在下降了。小呆呆，加油！再坚持十秒，不对，20秒就行了。坦克快顶不住了，要不再打爆一个缺口，能更有效地减少压力。不要，我们没有足够的防御手段挡住第二个缺口。别碰！很小心！能量盾。各位，我真的快撑不住了，我们需要更多有效的方案。还记得我们上次的能量分摊吗？永远不要一个人去面对困难，我们是一个团队。让我们帮你，彪悍。彪悍，逞英雄不是你的专利，算上我一份。我们约定好的，你绝对不能有事。大家。就是你很冲动地吞噬了海星碎片那次吗？对，就是那次。那方法也许能帮坦克。就这么办。加油，再坚持十秒钟。外卖，到底几个十秒啊？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岩浆喷射终于停下来了啊！谢谢大家的帮忙。不，全靠你和坦克坚持下来。超人强，不是叫你别乱来吗？你刚才的行为差点酿成大祸。菲菲，你怎么老针对我？现在的结果不是很好吗？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？你，各位别闲聊了，我们有新的麻烦了。这种海阔鱼原本生活在火山。体型弱小，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变得那么大了。它不但激活了附近的死火山，还沿着变热的海水向星海城这边游过来了。我是来自猪猪星的预言英雄猪猪侠，为了拯救蓝月星，我跟伙伴们必须尽快集齐12块海星碎片。星海城地下有剧烈的岩浆活动，超人强建议释放岩浆压力，但他太心急，一下子在地上破开2个缺口，幸好我们采用能量分摊的办法缓解压力，最终星海城逃过一劫。哪儿去了？猪猪侠，海阔鱼突然消失了。不见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他很有可能躲在暗处伺机偷袭。我想我们需要制定一个周密的计划。用得着什么计划？直接把他找出来就行了。什么？太胡来了！超人强，等一下。你就这样盲目行动，如果我们被海阔鱼偷袭怎么办？我们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你太过分谨慎了，做事要灵活点儿。你
猪猪侠，海阔鱼现在出现在东北45度方向。收到。怎么又消失了？难道他是会……是谁？出来！天哪！是谁把你们？他们不就是附近村庄的卫兵吗？不但全军覆没，而且被征熟了。哎呀，小呆呆，他们都红彤彤的，还有救吗？我们甚至来不及取武器就被高温击倒。哎呀，我们来晚了，海阔鱼已经经过这里了。太残暴了。太惨烈了。好了，割掉了。我的手，我的脚。别紧张，我是忘了带剪刀，所以才用锯子锯断纱布。话说，你们是被谁袭击的？是海阔鱼吗？是。可恶，海阔鱼，赶紧给我出来！别叫了，这里还有伤员，我们现在毫无作战计划。如果这个时候海阔鱼出现，那就……他真的出现了！好啊，就在这里把你们消灭，那么进攻星海城就更轻松了。进攻！快跑！能量升级，号角声波炮，螺旋星形雕。什么？就只有这点本事吗？塔克，浮游龟甲盾。英雄团全都蒸熟了，海心碎片唾手可得。刚刚热死了。这海阔鱼也太厉害了吧！这样啊，让他去星海城就麻烦了。这根本不像是生物，而是有生命的岩浆，无法对岩浆制定作战计划。不会吧？只要是生物，就一定有弱点。那你告诉我，他的弱点是什么？再和他打多一次，不就知道了？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你刚刚鲁莽行动，我们现在也不用躲在这里。你们说的都有道理。大家把意见整合一下，不要伤和气嘛。我不管，赶紧把这个家伙赶走。我想吃雪糕降降温。降温？对了，降温。我有主意了。什么？任由海
阔鱼爬上新海城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对，如果让海阔鱼继续在地表吸收熔浆，它的热量最终会把所有东西都毁掉，我们必须让它离开地表。可是这样不就等于把新海城置于危险之中了吗？我有办法让它有来无回，但是我们要尽全力把海阔鱼挡在新海城之外，为菲菲争取时间。我明白了，就让我和大家一起保卫新海城吧。好，不要带行李了，尽快入城，小心安全。好可怕哟，好可怕呀，快进城，不然小命不保。快走，快走啊！猪猪侠和公主他们正全力地拖住海阔鱼，我们一定要在海阔鱼爬上新海城前把计划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。你为什么要我帮忙呀？你不是讨厌我吗？对呀，你在城下广场做的鲁莽行为确实让人很生气。小心！所以为了将功补过，你最好能帮上忙。快，我们来把冷冻剂装满一车。小心泄露，别开。超人强，难道是你把阀门弄坏的？不然你怎么知道会泄露啊？这是什么推理？那只是因为我在城下广场见过这种事故，不然你早就被冻在这里了。哼。谢谢你，超人强。嘿嘿嘿，那是应该的。哦，现在冷冻剂肯定不够了，怎么办？是时候找援兵了，呼叫迷糊博士，我们需要收集整个新海城的冷冻剂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蓝月宫里冷冻剂还是不够啊。这可怎么办？哎，对了，可以找雪糕大叔帮忙。无论如何都不能让那怪物进门，不然我们的家，我们的家人全都……绝对防御。害怕了吧？剩下的正好一口气干掉。糟糕，我们没法承受更多攻击了。菲菲呢？她还没好吗？公主，我们来了。效果显著，大叔，攻击。冰激凌，这时候不太合适吧？哎呀，就知道吃！猪猪侠，我们要的不是冰激凌，是车上的冷冻剂。我让雪糕大叔帮忙召集了附近所有的雪糕车，
还有蓝月王用来冷藏雪糕用的皇家冷冻剂。我还把能源系统暂时关闭了，新海城最冷的时刻马上降临。那还等什么？进攻！尝尝我刚造的冰炮，冰冰冰，凉凉凉！我又失败了呀！妈，成功了！菲菲，多亏了你的新作战计划。说实话，全靠超人强给我的启发，我才想出这个点子。我都是瞎蒙出来的，幸好菲菲一直帮我把点子改正。要我说，全靠大家能扬长避短，互相包容，这样的英雄团才是最强。别害怕，别害怕，即使就要离开我的家，停不了，等不住，好奇的心一天天发芽。别害怕，别害怕，还来不及撒娇就要长大，抬起头，迎着风，现在就出发。世界就要这样才精彩，拥有过，失去过，就会懂得什么才是爱。别奇怪，别奇怪，不要在意过去，担心未来，这一刻我就是不一样的存在。就是我的勇敢。